由台湾雷亚游戏所创作的 Demo 系列，自从2013年推出之后，除了有引人入胜的乐曲，游戏凭借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剧情以及独树一格的剧情拓展方式，在国内外都虏获了一大批的粉丝。现在系列的最新作品 Demo Reborn 也确定了将在11月21号在 PS4 平台上发售咯。既然是在家机平台上推出，那么画面与声音上的进化当然是少不了咯。可以看到从 2D 进化到 3D 的画面表现，女主角更是找了主打彩奈来配音。从目前释出的片段看来，本作比较类似于重制版，剧情一样会随我们完成乐曲，让钢琴上的大树不断长大，延伸出阶梯，开放新剧情，进而揭开故事的谜底。原作中的三个重要角色 Demo 主角以及 Celia 都会登场，这一代增加不少的动作与冒险解谜要素，让神秘的古堡变得更加的丰富。除了新增超过60首全新音乐之外，还将新增 VR 模式哦。可以想见 Demo Reborn 内容将会非常丰富，真是令人期待呢。